晚上这边差不多。刘英啊，在哪边啊？有啊。今天欢喜赛场林传都伊来到伫咱的中间，一定会欢迎。因为到了58年历史的中间，咱有真侪读书来，真读书去，传都来，传都去，先来先来，先来先去。因为到了真侪一个朋友无只的所在，咱真欢喜三年前，传都伫遮，伊的先生钟业兄伫遐，伊的公主伊伫遐，来，咱拢请伊来下嘛，好。这木姐的家庭吼，咱邀请一个阿龙专家来示范咯，所以这是当欢喜。钟业兄搁伫这个中间，搁帮忙咱训练一团，即个先乐团。咱我来甲即个先乐团今仔日学生八节跑下来。这是上半天一气的成果吼，后壁要安怎，咱再搁慢慢来敲吧。来，咱来咱教会的连你的上吼。这敢卖听？我想卖听啦。迄、那个咱黄咱教会艺术家吼，迄、那个齐清老师，伊送一个给我，然后我讲，即摆阿姆斯要走，你袂使干那送我，咱教会还佫送一个给阿姆斯。即摆团都要走吼。咱嘛要搁送一个花团刀，永远互伊纪念，讲这是咱家己艺术家所为，是咱永远教会，毋嘛来过遮，永远是咱少年人的永远教会。第顶期将来讲讲，咱都会讲爱讲话的。来，咱来拍一个吧。小提琴连弦是啥拢也唔知，只嘛佫会当揪琴伫礼拜中来说吼，所以来做阿兄请你来好唔好？教会有一个心意，我感谢你的听。每一个人，我们在这里团队的我们都要怀念你。阮会当揪琴是因为你的听。好来，来请黄天庭乐。我有三年做咱中会性别公益委员会的主委，伫去年到今年中间，我嘛请迄个钟兄对阮拍一篇性侵性骚的影片。这个是真要紧，真要紧。真侪人若伫教会内面拄着代志了后，我替你祈祷啦，你着忍耐啦，无要紧啦。即款个代志，咱家己厝内代志哦，毋通对外讲，咱有见证。真侪时阵，咱用即款个角度伫咧拄着伫咧苛刻遐个受侵害个人，那基督徒个信用，甘通息事宁人，就怎安尼刷去？
或也是伤害人，唔知要安怎求救无门。根据这个，阮原来有拍一支相当袂歹。最近因为我已经唔是这个主委啦，因这个兄弟在天后面顶遐，有新的委员会新兵队了后再当布阵，但是头头啊放互咱队个看起来拢袂歹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伫我的人生我也过咧做一个梦，搞不好有一日我咧招伊来拍一支影片，应该是真袂歹才对。我这是咧关心老人，老人的议题，其实真侪真侪老人的故事，大家咱去注意。唱有真侪遮个奇奇怪怪老人的故事，来咱来拍做一支影片，我想应该的话也是真震撼才对。OK， 咱真多谢。唔忙，上帝师傅，好真个咯。迄个，咱个团队，你刚才讲，我唔知讲头前你伫倒位，阮来安排去。后来我有选择，我决定要去高雄服侍啊，所以我嘛有甲少年囡仔讲，你若去高雄大二的时阵，嘛会当来找我，咱可以当见面的哦。那迪西公说再见，不是就真的是再见了。我想要张哥哥，哎，云南光说再见，是我们在这几年预备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然后在下一个阶段，然后更美好的关系。啊，这是我甲前面讲的。啊，伫我伫我伫上面的时阵，嘛含长辈分享，嘛真正说，变成我即几礼拜是，特别是即礼拜，生活一部分哦。我真感谢，也是很感恩，透过上帝引带，会当来应付教会服侍。我有甲长辈讲，伫教会服侍时阵，我卸除压力吼，除了运动，我上大个动，我了了规日工落来时阵，我就去食仙草，啊，捣灰，是我卸除压力的一个方式。当我顶礼拜迄几日，顶礼拜时阵，我走去买仙草的时阵，迄个头家甲我讲，第一句话我袂甲点名，然后甲我讲，听讲你要离开中华，第一个反应是讲，吼，你看见人家路人甲、路人乙，你还要讲呢？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。后来我想想，伊咧看物件时阵，我想想，对啊，连路人甲、路人乙，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心内有真侪唔甘，这是我。真侪记忆，伫这个生活中间，更何况应付教会的兄弟姊妹、牧师、同工，恁是阮逐礼拜有看到，甚至周间拢会看到，毋是去买仙草、买豆花的次数，所以真侪感恩、感谢，搁有怀念，拢伫阮伫。来，真感谢你，你对阮的记忆，包括阮伫中华所有的啥物豆花啦、仙草、自助餐的头家，阮真感恩，真感谢你对阮这个生命的阶段的祝福和稳定，啊，阮会带来这个祝福和稳定，继续抛到上帝，互阮到生命的。理想和好料，感谢主。啊，这个文化，你看这个是伊爱炸中华迄个豆花，真炸！咱来去高雄，我们可以拍电话，咱去遐互相叙叙旧。OK， 唔知有团结无？有团结未？有啊。来，还有个，主持人，今年就是有真多团结已经拢输下啦，有一寡团结已经输下，已经散掉了，八队宝啊。还有我，加个一包，我今日来红气气啊。OK， 多谢恁伫遮所做一切遮个工。我想我来伫遮先做预告吧。
迄个八月，八月正式萧崇轩入来咱遮做办的咯。啊，伊应该七月就会，因为咱会毕业，所以我有请伊七月通入来，八月正式。所以咱祈祷的中间，去互相都家庭，互相的路顶祈祷，感谢福。就过来新的牧者来，我们咱平安心，我们来三个大人三个来祈祷。我想咱的教会不断正做一个训练操练的所在，以上多谢。